许久未走上伸展台的郭雪芙，应时尚杂志之邀走秀，为的是展现女性的自信美。一袭黑色透肤薄纱，让郭雪芙觉得性感又帅气。一直没有看到她了，她帮我调整视线，左侧二楼的媒体朋友。那我自己其实蛮喜欢这样，有一点小性感，但就是有一点帅气的风格。露一下长腿，但你不会觉得它有一点 see through 的感觉，就是它有隐约的性感存在，但带一点帅气，自己讲。有吗？谢谢，好捧场哦。想要走那种性感女生。其实我没有给自己设限我反而喜欢，不同风格的自己。对，所以其实都喜欢每个都尝试一下。出道六年多，这两年都在大陆忙着主持节目和拍戏。几个月前传出看豪宅想买房，不知房市是不是已经有谱了？回到台湾我可能就在家里神隐吧。对，有特别去看房吗？没有啦，就是偶尔可能在网络上看一下这样。有锁定哪里要特别买吗？没有，没有，就都看看。所以现在看兴趣哦，也算是兴趣之一啦。对，但平常可能休息的时间我反而比较常，就是玩游戏之类的，打电动。